香港艺人陈豪与陈英美早前在巴黎秘密结婚后怀孕待产的陈英美一直在加拿大养胎，9月28日才返港。准妈妈陈英美黑色连衣裙现身，腹部明显隆起，面容更加娇俏。戴上墨镜的她全程微笑，老公陈豪贴身护驾接老婆回家。小别重逢的两人甜蜜手牵手，不时四目相对，恩爱羡煞旁人。欢迎老公啊，当然挂住，呢个唔使问。但系系咯，都好开心啊，系啊。身为人母，陈英美幸福挡不住。不过她坦言初期的妊娠反应也是相当强烈。一向对宝宝事情保密到家的陈豪似乎已经知道了宝宝的性别，不过爽朗的陈英美则表示现在确实不知道。不过男女宝宝都准备好了英文名。初期头嗰几个月就系揽住个厕所，咁就大啲系正常咯。咁但系之后过咗个比较可以讲话辛苦啲嘅时间啦，咁就好舒服咯，好 relax。两个都有噶啦，即系 either 系男同女都有噶啦，系净系英文名就得。陈豪会否入产房陪产，在旁的陈英美即使一定要。陈豪也逗趣表示自己拍剧当过几次医生，不会怕血。这个一定要的，是不是？坚持打的嘛。呢个我唔识啊，呢个学噶嘛。睇下医生俾唔俾？系啦。有冇惊血噶？还怕唔怕血噶？有冇惊噶？我都做过好多次医生嘅，年轻嘅时候都。问到预产期和已经怀孕几个月时，夫妻俩都异口同声地表示稍后再说，也表示尚未决定宝宝是否在香港出生。东星娱乐整理报道。